好。1、2、3，凳子放在这里，头顶到墙上，抱起来，一起。就这样，是个人都能行，你信不信？行，你要是能坐起来，我当场给你转5000零花钱，你接不接？接了。我要是站不起来，我当场给你转10000，我还今天晚上不去上饭了，我直接回屋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开始。1、2、3，对，凳子，凳子放到下面，对，这儿，头顶到墙上，头，对，抱好凳子，好，起，啊，起，哎，不对呀，哎。起不来了吧？我就起不来，转账吧。腿不动啊？我刚才没准备好，你再过一次就完。你别说再给你一次，再给你10次你也起不来。第二次挑战开始。1、2、3，对，凳子放，头顶到墙上，好，抱起凳子，起，上，起。记住什么？是你给我转1万，还是今天晚上不能睡沙发？哥，我你跟谁学串门了？啊，你跟谁学的？